粉丝提问，如果携带物资越多，游泳速度越慢会如何？这个设定完全就是在还原现实啊。在现实中，如果你像游戏中背着三把枪，然后背着一个超大的背包，相信就算是特种兵游泳都费劲吧。那么如果吃鸡这样还原现实会如何呢？一，游泳的危险性将大大提升，一般到了需要游泳的时间就是跑毒的时候，而这时候我们的背包一般都装了很多东西，不满也差不多了，这时候物资多了，游泳速度就会越慢，我们被岸上人发现的机会就变多了，而且游泳变慢之后跑毒也慢了很多，总之危险性会大大提升。二，游泳之前会扔物资，既然物资太多太危险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当然是扔掉不用的装备和物资了，像什么手枪、多余的配件、药品、子弹等等都要考虑扔掉，不然命都没了，留着这些东西也没用啊。三，载具更有吸引力了，如果这样改游泳就太危险了，那要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呢？当然是提早找载具啦，这样就没必要去游泳了，载具将更有吸引力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